那骂谁骂好都能成为首富啊？天底下最难骂的就是这鬼东西。过去梁伯权在中国首富，他骂的乐百氏的水，现在我们中国的首富叫钟闪闪是吧？你看卖农夫山泉的水，那骂谁骂好都能成为首富啊？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话就……我一个学生卖水非常简单，水是不是卖多少钱一瓶或多少钱一箱？这叫卖什么？卖货吧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的学生把货卖成了人。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福禄寿喜卡。你交我3600块，我给你多少钱的水啊？4235嘛，无非就是我给你什么福利，你会买我这个卡。哎，各位同意吗？我的卡卖出去了，我的水是不是就出去了？你把3600一交，是不是水就出去了？那无非就是想客户为什么要交这3600？哎，各位同意吗？你看，只要一个方案出来，他就交了，那就证明你的水就出去了哈。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方案。所以你把这方案一给，没有人拒绝，只要是希望健康养老的人，他们都会买这个方案。非常简单，第一，你交我3600，拥有4325块钱的水；第二，我再给你180分积分，一分积分等于1块，你在我商场购买180块钱的产品，土鸡蛋呐、羊羔肉啊都可以。第三，我送你一个独立的商城系统和会员系统，价值26000，你自己可以看到你的账号，你自己可以看到你推荐的人的消费，你也可以自己在商城上自我体现。第四，我送你4天3晚豪华8马的长寿之旅，你在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去广西的南宁和桂林，其他的都由我安排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全中国飞到广西，所有的来回机票、吃住行4天3夜产生的这些酒店的费用、吃住玩的所有门票的费用，我全包。我来问一句话，去广西机票来回总的要个1000-2000块钱吧？哎，同不同意吧？在家吃住的3000多块钱，差不多吧？玩4天，包吃包住包行包机票包来回，是不是3000多块钱？差不多啊？那我再问一句话，这水是不是白送的？水是不是白喝的？哎，是不是嘛？是，那就好了，那就是人们才愿意买这个3600。至于从哪儿赚钱，没关系，今天晚上和大家一一把它解密出来，好还是不好？